哦，靠呀！哦，你拄仔看一张，哦，还有2223的啦。哦，很会冲哎。来来来来，不要下去，不要下去。哇，无位嘞！无位头啃。我看见了好啊，我看见了好，哎。在2122而已吧。之后啊，真的没有人了。刚刚每一池都有人说，现在真的大家跑光了，都小只的啊。今晚无太水遮多啊，现在水工，结果中岛大家拢走了了。今天水量跟预期的差不多，大的。这样鱼才会多啊，还会跑上来。而且这边水退很快啊，要把握时机啊。感觉如果鱼很多的话，就会很快就会翻了。但是水没有很大，那个中间的草都还在。差不多了，这次水没有出很大，下面看到两个人在钓，这个水应该不错啦，那沙洲也消失了，等一下，啊，不然在这边，因为这个洞有一点想钓一下，在这边拉钓竿好了，今天先拉出来了，现在大概8点多。天气好的话，还可以钓到下午。不过通常都，我觉得通常都是午后雷阵雨的机会很高啊。哦，啊，今天蜜蜂好多，一来就是蜜蜂，钓大麦同和吐司啊。从这里开始，赶快赶快，是这种小只的。小苦花，小一枝花，很咬啦，但都小枝的，没有大枝那种顺顶的感觉啦，可能鱼还没上来吧，但是蜜蜂太多了，要赶快下去了。这边这一段留着，等一下下雨时候再来钓，下雨时候再来钓，这边可以撑伞钓。用小枝的。小只的是蛮咬的啦，但是就是小只的太会乱了，要继续往后了，往下掉啊，一样是小只的，小只的很咬啊，尤其是用大麦虫的时候，那根本就是一放下去就吃了，所以很伤，很伤我的大麦虫，一样都小只的。小只很会咬啊，但是小只的太多了。睡觉拖灰，一系鬼东西啊！我上面又变黑了，可能没有多少时间钓了，要赶快下去了。要把最后一段钓完才能下鱼啊，拜托。小只的，连装鱼的都没有装哎。一枝花，很咬啊，随便钓都是小只的，大只的还没有咬哎。钩明明以前很多大只的，
你看，嘎嘎安尼无，国家国家，拢细只。一枝花，一枝花太咬很麻烦呢，因为一枝花不丢下去它就吃了，如果一枝花太咬的话，讯号很乱。中了。这次应该是补花了，不过不大、啊，那顶多二十而已，但二十也是今天最大的。哦，很派哦，要下去，要下去。哇塞，无路啦，无路行。稍等，稍等，稍等。我靠腰！我多少看一枪哦，还有2223的啦。哦，很会冲哎、欸！来来来来，不要下去，不要下去。哇，无位嘞！无位头我扛，我看见就好啊！我看见就好，哎、欸，大概2122而已吧。地方都圆起来了，你看烤肉的地方，以前在这边烤肉的，圆起来了。下面这边，下面这边天气还好，上面就有点黑啊。刚有一阵热风吹过来，那种热风哦，就很不妙。山里面忽然有热风哦，感觉就是那个有下雨下在那个石头上面升上来的那种热气的热风，所以今要赶快把这几个点钓完，钓到中午之后我就上去上面那边还可以躲雨，就钓到这里了，下面天也黑了，然后上面黑更久了，上面右边那边黑更久了。不能在这边了，因为我走不回去啊。所以如果涨上来，我走不回去。有大只的啊，但是它不吃，我有勾到，到最后是跑掉了。对，是有鱼啦，小只的太多了啦，小只的太会咬了。那等一下随时会下雨，我要冰酸啊，至少要去上面啊。我这边要过两次溪，太危险了。一点多了，刚刚好像我听到打雷、欸。不要掉了，反正大只的也不咬，都小只的。今天水有点大，不大好过。如果水再涨起来的话，真的就不好过了。最大大概23吧，其他都小只的，小只的大概比这多一两倍吧，没有装了。赶快上去，上去那边才是最安全的。哎，这一段啊，稍微钓了一下，都小只的，咬是很咬，但是都小只的。啊，继续上去了啦，大家都走光了，没有人了。你看，那边也没有人了，真的不咬啊。不是不咬啦，小只的啦。照理说出水应该有大的啊。结果钓起来都是小只的。然后这个石头下下吧，鱼也不会翻，所以你也看不到鱼。看不到鱼大只小只的。
所以你啊，你也唔知道都有大虾，但是刚刚有勾到啊，勾到的都很大只，都这种小只的、啊，小苦花一堆。之后、啊、真的没有人了，刚刚每一池都有人说，现在真的大家跑光了，都小只的啊。我不太水这么多啊，这很水工，结果中岛大家都走了了，中了，小只的，看上面有树啊，飞，今天就都是这种的啦。没有半个人的，大家都走光了，整条溪剩下我一个。那现在大概中午而已，不钓了，大家都走光了。刚刚又来两个人，啊，不然真的整条溪是剩下我一个人了。拢睡起来，这老家都钓不起来。啊，烤火大只也袂食，这种出水不可能没有大只的啦，但是他就不吃啊，那个大只的吃法、啊、都没有，那种大只苦化吃法跟小只的不一样，今天都没有感受到，就那一只而已。好，还好啦，我以为会下雨，结果没有，赶快回去吧。